恒丰美酒，情系万家。本节目由恒丰酒行赞助播出。个人秀，专业秀，欢迎您收看这期的一起秀。本节目由巴黎中国红超市、幸福楼大酒楼、香街名表珠宝店、华信金属、中华橱柜、朱氏建材、安达意国际物流、环亚旅游、尼加拉酒行、万兴食品、 A Club 公司以及爱美丽珠宝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每一天我们都可能为了生活、事业或者学业，在这个世界上不停地奔波。那么今天严凤龙小姐将用她的英文歌曲 Special to Me 告诉我们，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但是在爱人的眼里，你永远是最特别的那一个。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好，观众朋友们，您听懂这首英文歌的意思了吗？我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刚才听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演唱者他的投入以及音乐带给他的一种迷醉。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让小凤姑娘自己来给我们做一个解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小凤。其实这首歌叫做 Special to Me， 它是出自一个音乐剧叫做 Phantom of the Paradise。这个歌曲就是这个音乐剧是没有在中文世界流传的，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一部就是音乐剧叫做歌剧魅影。那跟您自己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呢？你选了这首歌。我蛮喜欢这首歌，因为我自己也常要花很多时间，就是啊我要把真心做好，这样我一定要做好它，就然后我就会花很多时间，那我就会忘记身边的人这样子。你是一个学习狂是吧？居然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对，还没有。对，你说你能精通这个中文、英文、法文、德文是吧？可是你原来在台湾的时候并不是学这个语言专业的哈。不是。
之前是学的什么呢？之前是学地理，就是环境管理这样子的。跟现在所学的是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联的。对，背道而驰的。那为什么来到巴黎以后就转向了？可能因为就觉得巴黎这个地方很适合让人就是去发展一些艺术，然后去发展一个自我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慢慢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的。但是之前所学，你觉得对你目前所从事的，我理解是基本上没有关联了。那你觉得是不是之前在台湾学的关于地理资源环境的东西，是不是对你是一种浪费呢？其实也不会，就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大二大学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读一些文学地理。文学地理就牵涉到电影啊，然后等等的这样，所以我还是多多少少有点文学地理。文学地理，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文学地理就是大家探讨一个文学地图，就譬如说一个文学著作里面，它会就是牵涉到很多空间，它会就是去表示到很多地景什么的这样。那你觉得哈，你现在转型了，偏向于从事这个艺术这方面的，包括这个表演哈，包括写作。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不是比如果停留在原来那方面的学习或者研究上面，在这现在这方面的发展，是不是将来会有更大的空间呢？会的，我想，对，我想这是一个 épanouissement， 对，会的，我想，以前对我以前所有学的东西对我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还是有帮助的。那么在表演方面呢？在表演方面，周间的话，我是去一个表演艺术学校，它其实是一个爵士舞的学爵士舞的中心这样，所以所以我就大部分时间都在跳舞这样，然后也学一些西方的一些爵士乐，就是唱怎么唱歌什么等等的，然后学一些法国比较古典的戏剧、悲剧啊什么的。学的是一些比较古典的东西，但是你有时候看你写文章写的是跟这个潮流很相关的东西哈。一定的，一定。我自己其实喜欢时尚，然后我曾经就当过6个月的编辑，这样记者就写时尚杂志。对，也算一个公众号平台，微信的公众号平台。就是在这种工作当中、学习当中，你觉得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最大的快乐就是可以跟同事这样，就是。怎么讲，团体的合作这样子，可以把一个东西推得出来，我觉得这个我一直都很喜欢的。对于你个人来讲，可能是不断的挑战自己，包括学习语言、学习这个艺术方面，然后这个从这个跟别人合作的同事给你也带来很多这个快乐。对。那下面今天你还会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英文歌曲呢？另外一首歌叫做 What's Up， 会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内容？这首歌他要讲的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成年之后的人，他就是已经在25岁了，他还找不太到什么目标这样，他还在一个追寻自我的阶段这样子。其实不是你本人的那个心声啊，你本人已经有不停的追求的目标了是吧？其实也有点像，有点像你自己，那可能唱的会更加有感情在里面哈。希望了，我希望。好，那让我们一起再重新回到舞台来欣赏第二首英文歌曲。Oh,
brave and I get real high and I scream from top of my lungs,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 hey, yeah, yeah, hey, yeah, yeah. I say, hey, what's going on? And I say,恒丰酒行最没品质，选购红酒就到恒丰酒行。